但是没有喷防晒喷雾，感觉会很厉害，住了吗？对。当它一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请大家看一看，看看底下的肌肤如何。底下的肌肤，都是洁白无瑕，这很厉害，没有什么溶珠，还在，完全防水。那你看我一滴一滴的水滴吗？这个防晒男朋友呢，对，真的很好用，有了它，我连男朋友都不需要了。你还是想要啊？180ml 大容量的防晒男朋友，你喷的时候要首先摇一摇，对，然后呢，它不是只有正着喷，它倒着喷、反着喷都可以，喷出来就是那个白色的粉雾状嘛。那我现在把它轻轻的抹开，你看抹开就是在你的肌肤上啊。SPF 50加的一个防护，而且是不是感觉就是冰冰凉凉的？它可以跟生物式的喷，对啊，好厉害哦。它也可以舒缓，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 all in one， 又是个全家大小一起使用的产品，不只是防晒黑，更是为了你的皮肤健康着想，大人小孩都可以用哦。哇，对啊。